在 OneNote 群组中，老师可以视进度需求或是课程类别加入许多不同的任务，让同学来完成。老师更可以透过任务进度的学习，了解每位同学学习情形，选按每个测验教材，可以看到同学回答的统计情形与详细的回答内容。